军乐队高奏两国国歌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访问河内，越南铺红毯高规格接待，国家主席伍文赏亲自欢迎。Vietnam remains the sole strategic partner of the Philippines in the ASEAN region。马可斯这趟越南行为期两天，除了强化邦谊，两国同为南海主权伸索国，也在元首会面后签署海洋合作文件，包括南海 MOU， 展开海岸巡防合作，共同管控预防双方摩擦发生。While maritime cooper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our strategic partnership, our bilateral relations have spanned various areas of cooperation.南海战略地位重要，每年3兆美元价值货物都会航行经过，但中国新时段线主张涵盖整个海域，和区域内其他伸索国产生强烈矛盾。这次越菲南海合作，不管详细内容秘而不宣，北京恐怕仍会气噗噗。小马可是还和越南总理范明正见面，不过越南实质最高领导人、高龄79岁的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连续第3度缺席外宾会晤，健康状况引发担忧。而现年53岁的伍文赏去年接任国家主席，普遍认为是阮富仲钦点的接班人。民视新闻林浩博综合报道。